大家啦，留意阿黃大師打嘅拳啦，就唔係睇佢嘅動作，而係睇佢嘅內氣，佢身體啦嘅內氣嘅流動。層式太極的馬步是特別低的，你會發覺第一個是金剛倒巡，身體的單邊和我們平時看陽式的單邊是很不同的，是一個正面的單邊來的。是靠膊頭一個靠勁，依家見到個斜形啦，係一個低身法，手踭咧離地只有七寸嘅啫。上三步咧係非常之唔同嘅，右手右腳，左手左腳嘅，係以輕靈為主。呢個軍錘啊，內定向外發出。呢個係背節靠，青龍出水，之後呢個係爪底錘。倒轉身法的倒念喉，倒念花鳥，大家留意呢，黃大師的法徑呢全部是由身體的丹田向外發出的徑路。近打一寸，就話咧，你攬住佢腦咧，就係身一抖咧，嗰個勁就已經擺出嚟噶啦。
族的法境是完全不需要氣喘的，是由內境向外發出。雙擺蓮，太極的收息，謝謝。